4月30号，利路修原创品牌快闪店登陆北京三里屯。此次潮牌实现了跨次元联名。利路修透露，此次与自己最喜爱的动漫联名，不单是对自身梦想的追求，也表达了对鲁鲁修的无限热爱。这一次突破次元壁的梦幻联动，速来 get 呀！首次的发布，我跟一个动漫联名，一个我最喜欢的动漫是Code Geass， 因为我的名字是从那个男主角来的，他叫鲁鲁修，我叫利路修。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联名。据悉，此次品牌系列的动漫原作的制作团队还原经典，为利路修绘制童话风人物肖像，可以说是十分用心呢。与此同时，利路修在现场也表现了对歌迷朋友的喜爱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就是看到了他们在上海开幕的时候来支持我，很开心见到大家，然后希望他们喜欢我的衣服。芒果捞新闻，大家快来打卡体验破次元之旅吧，巴当。